那年我就推球，你就这种推的，很久没有了。对，刚刚都是推球。对啊，刚刚在跟那个林超。对呀、啊。很快，全部都平分为一。对啊。像我们这个还在打一场，他们三个谁先下来？好啊。其实我大以前大部分都是在台北，因为那边离家比较近。那因为今天是礼拜五，然后刚好今天可以不用上，所以我就在台北，不要晚。Thank you.
到现在还是不太会放手。他有的是用搓的。对啊。我也是不会，我往前面，我都往前面放的。对啊，然后就被人家啪死，然后那个刘教练就说这样不行。他们好像有人，他们说他们都用前面的骨头。对啊。是用手腕这样子，用这个，他们好像都用到这里。
快哦。没有体力，我趴下去打。